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我们继续玩天命奇运吧。那我们现在要来找一下我们的杨仁浩师傅到底藏了些什么秘密，那我们摸你脚来搜刮。然后之前在打师柱的时候，不是在这个牙牙上面放了那个什么鸡肉吗？还是什么肉啊？老鼠啊，放了一个死老鼠。然后这时候回来，我们就看到有一包东西在这边。这里怎么会有布包啊？啊，上次放的老鼠，那只死老鼠不见了，莫非这是到老鹰的回礼？嘿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客气啦。来看看里面有些什么。死老鼠竟然会花这好东西，到老鹰还真是有情有义啊。波纹刀，我不觉得很好哎。看一下哈、哦，对啊，像我们到时候美技很好，因为这款游戏没有说一定要先走哪边的路线，你可以随时换，就是你想走的剧情啊。哎，你们看。这不是狮子大人要我们找的东西吧？怎么还有魔女叫人？没想到这里还有漏网之鱼，看来只好动手了。该死，既然都被你看到了，只好请你去地府做客了。纳米奶，对战魔女教徒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燃烧吧！平定天下，唯我魔尼！哟，就让你瞧瞧本姑娘的厉害！教主万岁！教主万岁！燃烧吧！平定天下，唯我魔尼！燃烧吧！教主，教主万岁！接招吧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，接招吧！平定天下，我魔女破坏，太爽了！燃烧吧！就让你瞧瞧本姑娘的厉害！破破破！你比罗大一不得！我这中毒正好用。没闪过，我一脚万岁，万岁！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哈，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。噔噔，一幅画，还有一封信。来瞧瞧是谁写给臭老头的？张青阳，好熟悉的名字啊！原来是张伯。张伯自从搬离小溪村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。等我手边事情忙完，再来看看信上写些什么。留存图，好。古书，为什么会有古书？所以留了一些古书，可以用于出世，记载某种酒的酿造方法。古书，求求未见的张青阳寄给师傅的信，信中或许有关张青阳的消息。留存图，张青阳寄来的信放在同一个箱子。日仓麦内寻也不知道谁的信，好、哦、是之前那个。杨兄，良久未见，杨兄是否别来无恙？小弟落去开封，在码头附近开了一间小店铺隐身。倘若来日光临寒舍，即可将东西烧给我。就这一股 ，OK。哎，我是不是有学到新招式啊？我想来看一下武学，八方刀式。
他说精通是什么意思啊？键盘设定可以换了哦，我是从来没换过了。混元，我好久没用这一把了。无极剑气，人剑合一。联合剑法，龙蛇枪法目前只有，OK， 我想一下哦，我们先换，不是拳跟那个武器都好烂哦，好，先这样吧。剩下师傅的房间了，所以这里就这样吗？没了吗？没了，还是没了，就这样吗？好空虚哦，就这样。好吧，那说我要去开封吗？找那个张清扬、张博。哦，这个是支线哦。OK， 走吧。开封，他说在港口那边吗？是要给他游存图吗？应该是的，应该是给他游存图吧。可是哪一个啊？张博，张博，谁啊？可以开封码头，这只有这个吗？哦，女师傅啊，那臭老头不知跑去哪了，我也正在找他。对啊，你师傅应该有东西要给我，你帮他带来的吗？张博，这是这有中图，是隋朝画家展子文所绘。你看这画中水天相接，上有青山叠翠。下有湖水隆隆，糟了，张博要讲古了，再让他讲下去，那可没完没了。张博，为什么臭老头给你这幅画？师傅，那你见笑，先让这幅
这幅画让我情不自禁陶醉其中。本问师父为什么要给我这幅画？是这样的，我手中有数瓶千年玉滴露，当年我正打算拿那些到当铺典当换些古董名画。千年玉滴露，传说中千年才产出一滴的仙露，能瞬间拥有数十甲子内力的千年玉滴露。没错，就是那用当归沙参何首乌炼制而成的千年玉滴露。你师父为了得到它，便说要用这幅画跟我换。我好像有沙参跟当归。换作是我也会如此，毕竟千年玉滴露可是西游记的梦寐以求的珍品啊。但是我怕你师父拿到东西后就甩赖不认账，并让他先交画给我。过了这么多年，也不见他把画带来给我。本以为要被你师父给骗了，想不到你竟替你师父拿来了。千年玉滴露就交给你，待见到你师父再替我转交给他。好的，就交给我吧。嘿，这么好的东西，我怎么可以交给糟老头？有尘土终于稻草，不知娘兄有没有找到那酒的酿造方法？酿造方法是古树那个吗？直接恢复哦，就恢复内力了。给他，张伯，这本书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十全大补酒酿造手法，一日之内天下无敌的十全大补酒啊！龟壳花、梗糯米、犀角三样东西炼成。哦，就这样。OK。那个只是酒的话，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使用的道具而已啦，可以帮助你战斗而已。好，那我们去杭州吧。主线任务还是要过的。好啦，我们这集到这边结束了。喜欢我们的话，欢迎频道转发图片，按下订阅，也欢迎到粉丝页按着赞，最终最新消息。右脚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你就能收到通知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